大家好，前天我栽种位置是新街乡二台坡的这个二台村，哦，是不是啊？李家子的，我想问一下李家子的这个火龙果特别好吃，这边所以说今天，哦，今天我们就是特别开车就过来准备吃。嗯，这火龙果今天还可以，今天哈，哦，那要不你带我们过去走啊？哎，姚兄弟，这个是不是挂果哎？这种它青一种还吃不得，要红那种，好多的都。这只是刚刚挂果，还吃不得哈。嗯。哦，这是青一种吃不得，可能还吃。好，好吧，那你带我们走红那边。嗯。好，红的多。走旁边。好。这种是挂了嘛？哦。那种还没。我说还没去挂过。这边有一个，你看这都得回去了。哦，你这个接的好哎。可以看哈，一个挂果好多。我给你带回来。哦，你看我飘飘的带去，嘿嘿嘿，我要来吃，我飘飘的带的。好了，现在都可以吃了哈。可以吃，对。你先等会儿把花看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嗯，红得很。来，上面就大块红的，这是红心的。哦，嗯，这我们在台用红心。嗯，我都吃呗。可以，是有些吃，喜欢吃的可以。好。嗯，甜啊！哎呦，是。太舒服，再来一口，这味道很特别，嗯，就不少了，不能吃，嗯，不错，非常不错，从旁边吃也可以哈，我吃的可以，反正吃的都是果仁，做秘密就行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最好还是来吃一个。从营盘下沟时候，来到这个二台坡二台村这个地方，选择选吃，特别舒服。好，我好想再吃。走走走。